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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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公司，我跟他们合作有好几年了，关系也挺熟的。嗯，我把你的资料给他们看了，他们对你挺有兴趣的。最近正好有个项目就在静海，也不用出差。你看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帮你约个时间啊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想休息一下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。你不要跟我客气了。 你们公司之前的业务也帮我不少啊，就当是礼尚往来不行吗？师哥，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就不要别别扭扭的，我也不是20岁的孩子啊。你啊。 还是年轻，毫无顾虑。我们都别想太多了。要说年轻那会儿，我没能和你在一块是个遗憾。现在不过是在平庸的生活里，彼此交换点热情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是要给你找麻烦的人。你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 吃饭去。回来了。哦，小冉，你还没睡啊？啊。 爸，我怎么觉得你回不回来都一个样，见不到你。我这工作有点忙嘛，这样来个爱的鼓励，来。爷，我都13岁，你这有点太做作。我走了。行了，走吧。认真上课啊。知道了。好，我们走。哎，不用了，那个我还得去见一个客户，跟你不是一路，我走了，我打车走了啊。好，师傅，您跟上那辆车，前面那辆。师傅，你就停这儿就行。 稍等一会儿啊。我已经到门口了啊。
来青海多久了？有一个星期了。你来那么久了都不知道通知我？我真不是怕麻烦你吗？你怕麻烦，然后你还找我？怎么？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有个大哥能罩着我，他不能走。哎呀，我在开车呢，注意安全。哦哦。大哥，嗯，今天过节不陪嫂子，回去不会跪键盘吧？老夫老妻了，过个生日都想不起来，哪像你们年轻人呢？哦，对了，我交了个男朋友，一会儿咱们吃饭他也来，你帮我把把关啊。行啊，你这速度够快的啊。他哪人呢？静海人，自己在这儿开了间酒吧，说是还想让我当老板娘呢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回头啊让嫂子帮我查查。行啊，没问题。哎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夜店啊。对了，你们静海夜店太好玩了，下次咱俩去啊。哎呀，你都要当老板娘了，你还找什么工作呀？男人啊，靠不住的，还是得靠自己。我在老白家。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？我昨天跟老白在那儿喝多了，所以没回来。东北人嘛，都热情。我觉得他很仰慕。啊，不过当时啊，幸亏有大毛在，身手矫捷啊。说啥呢？我还没谢谢你上次免费给我当陪护呢。简总是我们这儿主心骨，你砸我事儿小，砸到他耽误进度可麻烦了。您好，我想补开一张发票。哦，可以，请问登记人姓名？简佩然。麻烦您开好了，给我放在前台吧，回头我去取。嗯，